佛光园美术馆的彰化馆日前举办了艺术家蔡素段的个展，除了有40幅水彩画，还有8件陶艺作品，记录下南投的好山好水。我们跟着镜头一起去看看。 知名打卡景点忘忧森林，还有南投三大瀑布，全都跃然画布。细腻色彩还有光影变化，让每一幅风景都栩栩如生。这是艺术家蔡素段，亦由色彩间个展。画的画怎么有时候会觉得，对这个色彩，大概是颜色有点诡异，或是举棋不定这样子，感觉自己就好像在色彩间游走。 画下家乡南投好山好水，除了40幅水彩画之外，蔡素段还端出8件陶艺作品来到佛光园美术馆彰化馆，和大家见面，用画笔带大家看世界。现在我们会画，但是透过两个点，我都看到了，这世间不同的角落，这是我觉得我非常值得赞叹。那特别感谢佛光山，他们不只是在本部设立一个国际知名的佛陀美术馆之外，在很多地方也都有类似这样的。 讲堂同时也设有展览场所。艺术家送出作品，感谢佛光园美术馆彰化馆促成这场展览。即日起到2022年1月16号，都能前来感受蔡素段水彩笔下南投之美。原来是台北彰化综合报道。